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，下图的竖线上面呢有 OAB 三个点，好，来，这是一条竖线，上面呢有 O 点、A 点还有 B 点三个点，其中呢 O 为原点，好，这个 O 它是原点，它是零。A 点所表示的数为10的六次方，哦 ，A 点代表的是10的六次方。然后呢，根据图中竖线上这三点之间的实际距离去进行估计，哦，根据竖线上 O、A、B 三个点之间实际的距离，哦，我要进行估计，看看下列何者最接近 B 点所表示的数。哦，这个 B 点，我 A、B、C、D 四个选项，好，哪一个最接近 B 点？好，我估算出来的数。好，来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直接的来解这个题目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哦。这个图形呢，它是一条竖线，然后有 OAB 三个点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复习一下，竖线三要素是什么？是不是有原点、O 点、方向、箭头？然后呢，是还有一个单位长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既然题目告诉我 O 是原点，哦，有原点了，那也有箭头，有方向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看单位长是多少，好不好？来，他又给我 A 点表示的数叫做10的六次方，好 ，A 点是10的六次方，哎，那我们现在不妨就将 OA 的距离当作一个单位，好吧？好 ，OA 这一段距离当作一个单位。好来，那现在呢，根据图中竖线上三个点之间它的实际距离，我要进行估计，来看看 B 点表示的数，好，是 A、B、C、D 四个选项，哪一个最接近 B 点代表的数？好吧，好来，那我们就大概在这条竖线上进行估算一下哦。好来，我 OA 当作一个单位，好来，一个单位哦。然后呢，我们数数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。好，所以我大概根据这个图形，我进行了一下估计哦。OB 的距离大概呢等于 OA 的22倍。好，那OA 的距离呢，是不是10的6次方减掉 0？ 好，是10的6次方。所以我根据这个竖线 OAB 三个点之间的实际距离进行估计的时候，我 OV 呢大概是 OA 的22倍。好，那所以就是22乘以10的6次方。那我们看一下 A、B、C、D 四个选项，好，只有 A 跟 B， 好 ，A 是用2乘以10的六次方表示 ，B 呢用4乘以10的六次方表示，那 C 跟 D 呢 ？C 是2乘以10的七次方 ，D 呢它是4乘以10的八次方。那我们现在先把 C 跟 D。用多少乘以10的六次方，哦，这样子通通变成多少乘以10的六次方，这样子比较好比较，哦，看看22乘以10的六次方
到底最接近 ABCD 哪一个选项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现在先将 C 选项2乘以10的7次方，来看看它会变成多少乘以10的6次方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它的变化的规则哦。来，10的7次方变成10的6次方是除以10，对不对？所以前面这个2呢，我就要乘以10。好，所以2乘以10变成了20。好，所以 C 选项2乘以10的7次方，好，就可以等于20乘以10的6次方。好啦，那再来看看我的 D 选项，它是4乘以10的8次方，那它会等于多少乘以10的6次方呢？好，我们一样用一样的规则，10的8次方变成10的6次方是除以100哦。那前面这个4呢，哦，我就得乘上100，哦，这样等号才会成立。所以4乘以100，哦，得到了400。所以 D 选项里面的4乘以10的8次方，它就变成了400乘以10的6次方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现在哦，不管是我算出来的 OB，哦，它是22乘以10的6次方，或者我的 A 选项2乘以10的6次方， B 选项4乘以10的6次方，以及 C 选项我们把它变成20乘以10的6次方， D 选项呢变成400乘以10的6次方，是都是乘以10的6次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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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那现在 是只要比较前面的数字就好了。来，我 OB 是22乘以10的6次方哦。好，来，那22跟2 4 20 400哪一个最接近呢？哦，所以选项22跟20是最接近的。好，哦，所以我们选择 C 这个选项。好，所以同学，这一题的答案，我们选择 C， 它是最接近的。博友基金会谢谢您的观赏，本影片由鸿海教育基金会赞助录制。